快来看看985毕业的妈妈怎么教孩子画画。您是什么学历？高中学历，985硕士毕业。平时会培养孩子的美术想象力吗？美术？上小学了，老师自然会教吧。我和孩子爸爸都很重视孩子的绘画想象力培养。那你教孩子绘画基本的图形和上色吗？只会拿笔涂涂画画，上色就完全看他心情。这是我家孩子画的。为什么你家的孩子画得这么好，想象力也这么丰富？因为5到12岁是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的黄金时期，错过啊，后边再培养就难了。推荐各位爸爸妈妈可以试试哗啦啦精品课，一线美院毕业的名师指导，带孩子学习70种艺术创作手法，50种色彩搭配，三步完成一幅小作品，结合趣味故事和动画，全面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只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了解详情。现在只需9.9元就有一节直播课加9节录播课，尤其推荐给没时间陪孩子的爸爸妈妈们。